看起来还是像25岁的人呢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啊、你不要以真心讲，没有真的。接的时候就一直在那边不让调戏人家，对啊，我当然，你看他这是，我当然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再一次，我跟你讲，再一次，没拍好，再一次，你都已经掀了，让我们好好拍一下，快点，来那个四号大哥，四号大哥要拍，我当然，我已经重训9年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，不要，真的不要！我才看到立刀那个新衣服很尴尬，我不要，真的不要了，不要啦！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，他也是有肚脐啦，对，还是有肌肉啦，有，你是做人太客气了啦。